来，大家继续看哈，上啊下呀、啊、体现完毕以后，大家这是不是还有一个单独的单崩星号不是分号啊？哎，孙老师，你看这怎么连上下线都没有？就搞这一个就 O 了，这就啊，跑哪去了？我给你们讲这个啊，就是说他为什么用问号，懂吗？是有原因的。其实这东西听明白以后，你也可以用了啊。什么蕊木啊，这为啥呀？这个是吧？简单到不行。那个来再弄一个啊，这个五啊，这个叫做 generic demo 五，这里边呢还是一样，把这多余的吧都删吧删吧，是吧？太多了啊。哎呀，也甭拖去了，好多呀！啊，行，我多余的就不要了，我还是把这四留下来吧，是吧？尽量代码要少一点啊，全删掉。哎呦，这也留不着。Person， 行了，运行一下 ，O 了。稍等啊，那个我刚刚看了半天啊，干嘛用 TraceSet 这么麻烦呢？直接咱拿谁啊？拿这个 Erase 不就完了吗？ TraceSet 我给你讲比较器，这连比较器都可以省了。Person 完事儿。行了，就这个，看明白了吧？就这个，简单到不行。紧跟着还有谁啊？那个巨牛的方法呢？带过来，复制，一个粘贴啊。这边就问号了，看着我这也是问号哈，都一样。看一下啊，他在设计的时候，为什么在 contains all 这个方法当中，他居然用到了那个叫做？Class my 一个 collection， 那 collection 尖括号 e 有没有？这里边它有个方法叫做布尔型的，来一个叫做 contains all， 它里边要和另外一个集合所比押，是否包含这一堆集合中的元素，而它里边用的却不是 e， 而什么？而是问号，为什么我写 e 行不行？大家往这儿看，这真我随便写的，这个叫做 my collection 二吧。大家看明白了吧？按理说呢，我定一个集合里边存什么元素，我想包含的话，是不是你指定集合里边也要存这元素啊？对不对啊？那一般都是这样的嘛，是吧？来，我告诉你为什么，为什么？我就拿，就我的懒得写，那行留着吧，我再写就好了。三个我一起用，这个呢就少一点啊。来一个叫做，按理说应该这么弄 ，AL2 person AL2 二，这能看懂吗？这个全都是二 ，A B C 二。这也全都是二，能看懂吧？好了，我们按理说应该怎么样呢？叫做 AL1 集合当中有没有包含是吗 AL2 集合中的元素啊？听懂了吧？对，我们应该这么写才对。这就叫做第一个集合的类型，元素类型和第二个类型是否匹配？对了，大家，嗯，你觉得老师能不能这样写呢？叫做 AL1 集合中元素包不包含 AL4 集合中元素啊？可以吧？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为什么呀？我跟你讲，
这个为什么行？那我们要从这包含的原理说起。包含的原理其实是不是在用以 cos 做判断，对不对？而这以 cos 方法是不是任何对象都具备？而这以 cos 的参数是不是 object？那是不是我可以写成叫做 ABC 字符串，如果我喜欢，哎，跑哪儿去了？叫做点上一个 equals， 我就和一个 new person 我俩就是比一下，哈哈哈，多花20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任意对象都具备 equals， equals 还能记住任意对象，是大家两边都任意，明白吧？说那为啥呀？哥俩比的啥？地址吗？对不对？就这意思。你复不复写，最终我编译完以后是不是这样东西啊？对，也是这样东西。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方法的定义的时候吧，叫做你可以是集合中 E 类型，对不对？而新传下集合类型一定是 E 吗？不一定。是啥？不知道吧？对不对？这啥都行吗？怎么办？问嘛，未知是吧？谁都可以，听得明白了吧？我跟你讲，一般情况什么时候用这个啊？你只要里边用的全都是 object 的方法，就用这个，懂吗？我哪有啊？嗨，我这就有，就我这方法，我管你啥类型，哥们儿全是调用这个元素的什么，兔子这方法，是 object 吧？对，所以这类型不用指定，未知就可以了，明白吧？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个问号和不写那是一回事，懂吧？很多人老师不一样，为啥呀？这黄了，是吧？那是因为1.5检测的时候认为你不安全，听懂吧？人家明明要求要传参数，对吧？那你就得写监控号。关键是，那我传啥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通背不是用上了，没有啊？就传这个告诉他，为啥？不确定吗？我又有确定的，我当然传确定的呀。是吧？传啥？传子讯，确定吗？确定吗？是这样吧？哎，我这不确定，明白了吧？我确定，这是传啥？传 person。大家看，这是不是限定一个类型？是。好了，到这儿啊，就把这个问号这事也说完了。大家看，这个是问号，你发现这是不是也是问号啊？因为移除的时候依赖的是谁？还是 equals 嘛？哎，对不对啊？可不就这样吗？是吧？欧耶，大家，那还有什么情况？还有是有的方法呀，是返回一个集合，明白吧？然后呢，郁闷在哪儿啊？返回的集合啥类型？不知道，问号，听明白吗？那就是问号，就这么用啊。他返回问号，你就写问号接收就完事了，听明白吧 ？OK， 大家。